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明的阅读。在上期的视频中，我们提供了解读林德南老师《彩窗》这首作品的两种角度。今天，让我们来从第三个解读角度来看一下这首诗歌。小明会从《彩窗》的节奏、韵律以及意象这两方面讨论它的流动与静止。真的，《彩窗》是一首液体诗。其实我很害怕诗，为什么？因为小说会有清晰的情节和人物对话，包括很快的进入故事。然而诗因为它的跳跃性，很多时候让人云里雾里，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其实呢，欣赏诗的方式可以很简单。几天前文学课上，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老师告诉我们，读诗应该要读出来，而且多读几遍，以直观的方式感受诗的节奏和内容的配合，从而形成第一印象。你觉得这首诗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彩窗》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它的流动性。这种特点首先通过最直观的方面，节奏和韵律体现出来。整首诗涵盖多个意象，但读来仿佛是完整的一句话，这种连贯性也就造成了流动的效果。而在这流动之中又有整齐的押韵，比如风光。我知道，风光、对望、偶然、河畔、彩妆、波光，前后鼻音交错，同一之中又有变化，像是河水之中的波澜。还有，如果我们在讨论连贯性的话，有更明显的表现，一张一张，一扇一扇，这两处重复。是的，如果要再看细一点，一张一张的张压的是昂字韵，也就是平声韵，有上扬的感觉；而一扇一扇压的暗入声韵，有舒缓的感觉。一张一张，一扇一扇，虽然看起来像是一样在重复，但却有音调上的对比。至于这样的音调上的对比有没有对于意义的构成发挥任何效果，就由你们定夺啦。我发现除了这两个词组很明显的重复之外，还有句式的反复，比如窗是、诗是、河无法、水可以、我的、我的，又仿佛诗经般复沓回环的韵律美。而诗歌最后几句则不含反复的句式，而一气呵成，总体读来像是诗中所描绘的水可以潺潺，既有重章叠唱的波澜，又有汩汩的流淌。我是小溪流，风雨山之流，小溪流，小溪流，风雨不停留。为什么我们的视频最近总是有这种画风诡异的歌曲？回到正题，上面我们讨论了《彩窗》这首诗在节奏以及韵律上面的流动性，其实这个流动性也体现在诗歌所选取的意象里。首先，相信你们很快就能找出诗歌最重要的三个中心意象：河流、彩窗和我。老师说，诗歌的意象都是有象征意义的。没错，虽然诗歌中的意象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诗人的现实感受，比如林德南老师自己曾说，这首诗真的是他以新加坡河和河畔的彩窗为原型创作的。然而，这些物象背后通常含有深层的抽象含义。如果我们回到诗歌，通过百年的对望和无法逆流等关键语句，并结合诗歌的一般套路，比较容易分析出来的是，河水象征着时间流逝、时代变迁。然而，窗是一种等待的容颜。这句话联系新加坡河畔真的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建筑物上的彩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在时代变迁中久经沧桑却历久不变的历史文化遗迹。所以难道彩窗也是代表逝去的时间吗？这也就是本诗流动性的体现之二，意象象征意义的流动性。其实彩窗和河水都含有历史变迁、岁月流逝的意思。如果要做区分的话，河水流动可以指更不变的时间逝去、过往不在的规律，是一种动态的时间；而彩窗则以它本身记录了历史逝去的痕迹，是过往的见证者，也就是一种静态的时间。但无论如何，我们其实是无法将这两个意象的意义彻底区分开的。是河水流动促成了彩窗，但也是彩窗见证了河水的潺潺，所以这两者之间象征意义便产生了一种灵活的流动性。除了意象的象征意义，诗中的很多意象本身也存在流动性，比如我以白纸一张一张折起两岸风光，仿佛以一个小小的折的动作而将自然风光尽数收入画面中，而使一切景物都像流淌的河水一般流进了白纸中，展开一幅十分富有张力的景物画卷。这种整体画面的流动性也就和诗中所描绘的河水的流动性相得益彰。我是小溪流，风雨山之流，小溪流，小溪流，风雨不停留。这种流动性除了增加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之外，也可以彰显主题。以上这些流动性其实都体现了作者对于岁月流逝、历史变迁的感慨。当然，流动的概念自然要用静止的概念衬托出来。在不断流动的河水和时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多处静止。最明显的一处也许是我的顺流牵不动你的河畔，河水的顺流牵不动古旧彩窗所在的河畔，引申意义可能是时代进步却把古旧的传统文化留在了河畔，而不
不能随着变迁的岁月共同前行，暗示现代社会中对于历史留下的像彩窗一样的传统文化的忽视。而诗人却能捕捉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意义。在另外一个静止的瞬间，诗人和彩窗对望，河水捎来你的姿色，铸叠了一扇一扇百年的对望。将这句话简化，就是河水铸叠了我和彩窗之间百年的对望。如果河水代表时间，那么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时间压缩了现代的我和古旧彩窗的距离，而成就了这一瞬间跨越百年、跨越历史的对望。进一步思考，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跨越时空的对望理解为历史文化在当今时代被发现、被重新认知、了解、欣赏的可能性。既然历史文化可以穿越时空，我们便更应该珍视和传承它们。这也许能解释最后一个静止的瞬间。我平躺如一行诗，清澈见底，以彩妆填补诗色的波光。这里的我可以指作者，也可以指任何一个站在诗人角度观察着河水和彩窗的形象。这个平坦的动作有几分坚毅和执着的意味，而这平躺是为了填补诗色的波光。如果继续前面的理解，诗色的波光便可以代表因缺乏了历史文化底蕴而略显单薄的现代生活，而我则希望通过诗歌来唤起人们弥补的意识。清澈见底一词可能解释诗，也可能描述作者平躺的状态，如同一颗卧在河底的鹅卵石。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的意义延伸到作者本身，平躺就也可以被解读为诗人希望保持内心的创作热情，以缤纷的诗歌艺术来丰富诗色的现代文艺生活。其实阅读诗歌之所以有趣，一方面在于它的节奏、韵律或意象的美，更多的是在于诗歌所给予读者的丰富而自由的想象空间。这首《彩窗》，我们可以从流动和静止这个角度切入，而发现它动静结合的艺术设计，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充满了渴望和坚守的情诗。林格南老师在接受《倚窗听诗》采访时曾说：“我写我的感觉，读者读的是他的常识。读诗、读文学的趣味，也就同样在于同样的文字，对于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人来说，能够激荡出截然不同的感受和观点。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有趣而读诗，小明认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其实都无可厚非。但是在考试中，我们需要记得将自己的观点基于文本证据基础上，并进行合理推理，这样我们才能平衡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文学评论的客观性。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小明的右脑，如果有任何想法建议都可以放在下面的留言区里。小明的右脑希望营造开放自由的讨论空间，并希望大家能够在讨论、掐架和学习中每天喜欢文学多一点。我们下期再见吧。Thank you.